叫做拍手，好，就是打拍子的意思，然后就是最前面。那动作开始呢，我们啊来，双手我们从我们的右边来甩，好，来甩，好，来另外一边甩，好，很好，来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双手由下往上哦，来，来，我们也是从右边开始哦，来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很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第三个动作，这是我觉得相当的简单哦，来，第三个动作啊，来，我们双手比个赞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左右左左右左。右右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再一次哦。左左右左左右左右右，很好。那来，接下来最后一个动作，对，雏田。我要稍微想一下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从右边开始哦。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，哎。一个动作而已吗？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双手再比赞，然后有一点大力士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也是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先跳一次哦，待会呢，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动作哈。来，老师拿音乐，麻烦你喽。